友，对不对？后面那边有一个小朋友，让他出来一点点，看不到他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看右边，看右边，我到这里来，来看一下小天鹅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好玩呢、欸。这个公园用地哦，啊，这个游戏设施落成哦，咱这是伫去年咱来动土，那一直到今年来完工哦，那总金造价经费是3550万，那其中环境部啊是出2300万，咱起工数算1250万来给完成哦。那这内底呢是属于这个共融式的公园，就是为老到。为老到细的囡仔拢会使伫这个公园内底啊，得到这个好的这个休闲哦。那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啊设施，也是符合我们一些残障的一些孩子们。那在这边，他们都能够尽情的在这边好好的体验户外。那因为它刚好紧邻到我们的消防对哈、哦，所以这旁边有一些是跟啊消防有相关的这个融入在这边哦。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利用啊我们这个兔马路哦。那兔马路最主要是今年是兔年完成，那我们希望小朋友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，tomorrow 还想来，所以叫做兔马路。这也是市公所非常用心经过票选出来的名称哦。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公所。跟县政府团队大家的用心努力，那实际上在这个开始设计的过程中，我们包括地方的民意代表、地方的一些爸爸妈妈都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哦。那所以出来的部分也有听到声音，就是说觉得比较热，那因为它的树还没有长得很大，那我们相信这个假以时日之后，这边的这个环境也会更加的优质。那另外县政府本身，比如说我们的延平公园也好，这里这里对，好，一二三。好可爱，好棒哦！好，那最后。